创设情境，身临其境。放松的音乐和情境是必要的。形体站姿训练，两脚开立与肩同宽，两臂自然垂下贴近裤缝，挺胸收腹，下巴微收，双眼平视前方，面带微笑。表情的含义：点头表示同意，摇头表示否定，昂首表示骄傲，低头表示屈服，垂头表示沮丧，侧首表示不服，鼻孔张大表示愤怒，咬牙切齿表示愤怒，目瞪口呆表示惊讶。表情训练，讨厌的表情。一只可恶的蚊子一直在你头顶飞来飞去。害怕不安的表情。你遇到了一只凶狠狡猾的大灰狼。创设情境，做出相应的表情。